者陈丽妍台北报道，28岁的南韩人气女星朴信惠去年被曝和小2岁的学弟崔泰俊热恋 ING， 但被朴信惠否认。金韩梅爆料小两口常在他位于青潭洞的别墅约会，朴信惠所属的经纪公司第一时间称两人只是比较要好的朋友，直到 Dispatch 曝光约会照才松口认爱，也是朴信惠出道15年来首次公开恋情。童星出身的朴信惠因演出原来是美男、继承者们、皮诺丘、 Dr. 医生们等方剧走红亚洲，并和合作男星张根硕、郑容和、俞敏浩、李庄硕等男神传出绯闻，被封为男神收割机。去年四月他被曝和同样就读中央大学的学弟崔泰俊同游马尔德夫，五月又被目击在植物园约会，但被朴信惠的经纪公司以好朋友打枪。 Dispatch 看出去年八月朴信惠崔泰俊在朴信惠父母经营的餐厅见面，当时崔泰俊看到朴信惠的母亲态度显得十分恭敬，而两人今年二月也曾被拍到在青潭洞约会。随后朴信惠的公司改口称因为他人在海外导致确认延迟，透露两人于去年底开始交往，希望获得大众祝福。朴信惠又崔泰俊组去年八月在朴信惠父母经营的餐厅约会，翻摄自 Dispatch 还没曝光朴信惠又崔泰俊组的约会照，翻摄自 Dispatch 朴信惠组崔泰俊又去年同游海内外传出绯闻，翻摄自 SBS 新闻网。